这十年下来，我知道有非常多站在这个现场的伙伴，看到这样的舞台，看到这样的摆设，心里面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冲击，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创伤。那一些当初参与在这场运动里面，心里面有创伤的朋友，心里面有很多沉重负担的朋友，我虽然没有什么立场说这句话，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说对不起。不是代表说用我自己个人来代表整场运动，而是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期待这十年下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但是这十年下来，也许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权力位置，在不同的角色上面，或多或少都有让大家失望的地方，所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也希望这场运动十年过去，我们先抛开每一个个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我希望大家回头过去想想看，这十年来我们共同创造了什么。各位，这十年因为我们挡下服贸，所以后来马政府要签的货物贸易协定没有办法签，后来马政府想要签的军事互信机制没有办法签，后来马政府想要进行的跟对岸的政治谈判没有办法进行。这就是因为现场所有各位参与这场运动，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这是台湾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不是任何一个个人创造出来的成果，这是大家集体打造出来的台湾。所以十年之后，我要拜托大家，这一条路我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条路我们不会回头，我们不会让中国定义我们的未来，让台湾人定义自己的未来。这就是这场运动大家希望看到的成果，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